牛肉汤营养价值特别高，我一周都要做三次给我的家人们喝。首先选牛肉，选这种牛腩，切成小块，凉水下锅，加料酒出熏，煮出血沫捞出。锅中牛肉放姜片，下焯好水的牛腩，一丢八角桂皮香叶，开大火爆炒出香味，一定要加开水锁住营养，加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，时间到，满屋都是牛肉的飘香味。再下入胡萝卜、土豆、西红柿，继续炖20分钟左右。出锅之前我们调味，放盐、鸡精和胡椒粉，实在是太好喝太有营养了，喜欢的赶紧试试吧。学会了就帮忙点个双击再走吧，感谢您了。